我们现在去山动物园，哦，这边也是很冷，我刚看是-7度，北极熊，不晓得它在干嘛，然后走来走去，好大一只哦，然后这边动物都白白的，像刚才看的猫头鹰，都跟雪地融为一体。这边整个环境是这样子。防逃脱啦，护城河很大只，真的。明星动物，旭山动物园的明星动物。表定上面是11:15有一个喂食秀，然后现在应该是喂食时间快到了吧？不晓得是不是在等食物吃。一直走来走去。重复一样的动作。